的眼睛适合就是定数针的手术。我们也是可以使用定数针的方式去做缝合式的双眼皮啊。那我想问，就是手术时间？手术时间差不多是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。打麻醉会痛吗？会。那一边的话，大概打1针到2针就够了。我想知道，就是手术完之后恢复期大概要多久？那你只要前3天认真的闭，通常第4天之后，应该消肿就已经7-8成都已经消肿。